新北市有一名50岁的男子声称自己存在银行里的90多万不翼而飞了，怀疑是遭到银行仙人跳私吞了存款。昨天中午呢，这男子竟然一气之下就跑到了银行的门口大吼大叫，说要砸玻璃泄愤，行员吓得赶快打电话报警。而员警到场之后，男子不但不配合，还扯破了员警的制服辱骂员警，最后他是当场被压制在地。画面中穿着黄色衫衣的男子被远警压制在地，但是男子心有不甘，还拼命想要挣脱。男子双手紧紧抓住远警的领子不放，双脚更是不断猛踹，连停在一旁的机车都被撞歪，说是银行欠钱不还，要不到钱才去银行呛虾闹事。没想到他却辱骂远警，还扯破远警上衣，立刻就遭到制服。我跟他要钱他不给我，在那边打的。也没有什么关系啊，他不礼貌，我就对他不礼貌啊。口口声声喊着说是银行侵占存款，让他户头里的90多万通通不见了，急着要到银行理论，但是银行不理他，男子就在门口大吵大闹，行员吓得赶紧报警，没想到警方一到场，男子竟然失控，顽强抵抗。银行的报案说有民众哦，要去跟他骚扰，那要去砸他们玻璃，我辱骂我们员警。远景的上衣不仅被撕破，身上还有多处擦伤，好不容易将人带回派出所，不过这名李姓男子依旧不服气，现在警方也已经依照妨害公务公然侮辱将男子移送法办。记者挂铃王尚伟魏有德新北市报道。